现年30岁的韩国男星丁海寅和36岁的女星孙艺珍早前合作的剧集《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收视爆捷，今日两人随剧组一起前往日本札幌旅行庆功，粉丝在当地遇到他们时，两人也亲民地和大家自拍，对粉丝的要求有求必应。5月30日，剧组人员则公开前一晚一行人在当地餐厅用餐的合照，画面中孙艺珍和丁海寅和剧组一起喝啤酒庆功，露出灿烂的笑容，看上去非常享受这次的行程。另外，孙艺珍和丁海寅在剧集中圈了不少 CP 粉，两人在剧中的爱情不仅相当虐狗，也叫人十分羡慕，观众们纷纷希望两人可以成为现实中的情侣。据悉，早前孙艺珍在接受访问时被问到和丁海寅是否有发展成为恋人的可能性时，他则暧昧地回应称对方是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两人并没有交往。不过假如一方提出要一起的话，都不知道到时候该怎么办。而孙艺珍还表示和丁海寅合作非常有默契，自己以前不太喜欢和比自己年龄小的男生在一起，但是通过这套剧后对姐弟恋却有所改观。那听孙艺珍这么一说，两人能走到一起的机会也不一定为零了，是不是？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呀。魔方传媒综合报道。